哎，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哈！我今日要甲各位报告是这个法治法务的工课啦吼。咱今日先来直接上课，有人知无？咱这叫做民政府嘛，对吧？民政府要创啊？即马还袂开始嘛吼？啊，即马就是准备啊，准备要做政府的工课。啊，各位，大家对这个未来这个工课啦吼，有啥物准备无？有信心无？有哦，安尼的信心伫倒位？有方法无？有没有方法？我今日甲你讲一个方法啦，吼，叫做这个物件，一本笔，捌听过无？一本笔捌听过无？毋捌吼。一本笔大于一，一本笔都要大于一，才会使做啦。这个大家翻开公民权利法第19条看一下。即内底有一本笔的规定，我们先来第29条。伊讲，伫美国军事政府完成授权台湾民政府将你即个台湾行政立法甲司法的过一年开始吼，法治法务部及所辖的各权责机关应将其机关单位的税出的概算吼，依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吼。供参议院、众议院审议之参考，但税出概算所采行的财务资助计划及一本笔小于者不得执行。叫做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一本笔的规定了，就讲你要上这众议院、参议院的这个财政支出计划哈，各位恁后刚有这个机会嘛？啊，你要上出进前你要看一下哦，那是一本笔小于一哈。小一，即便他一参议院通过，还是不能做哈、哦。然后一本笔要依照一本笔的大小去排列优先顺序的、哦、啊。啊，公告价可能一本笔嘛搞不清楚了哈、哦。一本笔大于一的计划，表示整体的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整体的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哈、哦，有实际的意义啦哈、哦。一本笔越大，表示讲说。事情的效益越高，亦值得执行的、啊、哈，执行可作为排列计划优先顺序的一个标准。得讲效益跟成本的比啦哈，你的一个计划投入的是成本嘛哈，啊你除以你的效益哈，啊那是大于表示讲啊哪，效益较大嘛哈，安尼就讲会使做，啊那是小于表示啥嘛，表示成本较大。啊，什么较大？即个工课都，敢那叫做了钱啦吼。即个做生意的人，即袂使做，吼、哦。啊，讲恁的施政计划嘛是有即个问题，就是讲爱衡量一下，你即个计划要做是了钱的，是趁钱。啊，若了钱的，表示讲即袂使做。啊，即有一个四个现象的图吼，即你讲一本笔的四个现象吼。第一种，第一现象，第二现象，第三现象，第四现象，哈。第一现象是主要是讲这个正向的投入跟正向的产出了，哈。像这正向的投入这条嘛，哈，投入愈多，产出愈多，安尼，哦，伫遮拢伫遮。啊，比如讲 A 投资了300万，入股新设这个金陵 G7 哈。啊，产出一年营业额600万，税后可赚这个120万，哦，啊，这表示讲说这是拢是正向的嘛，吼，啊，这会做哩啊，第二现象是滴讲，第二现象滴讲什么？这边这条嘞，这叫啥？这叫做减缩投入。你本来投资真多，啊，你该减一寡，比如讲厂。
比方你有真大间，这个厂房很多嘛，有一挂空的，的厝啊，什么款，空的厝啦吼，啊，你甲出租，出租有收入，啊，出租就讲无用啊，给出租安尼吼，这叫做负向减收啦，诶，减收投入啦吼，啊，正向产出，伊虽然讲有减少投入，但是他还是有收入，因为你给出租，出租有租金通收嘛，收租金这是一个正向的收入嘛。啊，出租物件表示讲你减价的场所、减价的办公室通用嘛，减一寡办公室用安尼吼，所以这个叫减收啦。啊，第三现象是讲减收嘛是减收，然后负面产出吼，啊，今日较惨嘛吼，晓得？这个第三现象减收，然后产生负面的，好，比如讲。是，比方这个 A 公司王经理长期的接到这个，可能代替家己位的这个李处长哈，结果 A 公司李处长在领完这个年终奖金之后，就率众集体离职了哈，啊，带二十个员工走去安尼吼，啊，招揽 A 公司的挖人家墙角哈。到中国去另外开一家店，然后啊产品又回销回来，打击 A 公司在本地的产业哈。对 A 公司来讲，这是一个负面产出嘛。啊，一带走21名资深员工，每年营业额表示是少了1亿的。啊，税后净利哦这样子，然后整体对台湾有很大的伤害哈。啊，伊是互相投入、互相的减收，就讲二十个人走去，免拿这个薪水嘛，吼、哦，所以讲啊，免拿薪水就是了钱吼、哦，这种真是安尼吼。啊，过来是第四现象是投入资源所产生的负面产出，拄仔是免发薪水、减发薪水。啊，产生负面的，啊，这个是爱发薪水，佮产生负面的，吼、哦，安尼打一个较严重，吼、哦，第四项呢较严重吼、哦，啊，这就讲投入一个新的电镀工厂1000万啦，啊，每天实际排放100吨的未处理有毒重金属废水污染，无法量化大量的废毒气污染，100吨未处理的有毒重金属。无法量化有毒为废气哈，这东西负面哈。啊，来讲一下几个例子啦。假设啦，台湾民政府中央这个财经联席会议决定在台中这个中港路起一条这个轻轨列车啦哈，预估每天有20万人次依靠轻轨列车通勤。每人次平均搭乘车票收入1台元、哦，然后每搭乘人次可预计节省15分钟，哦，啊，每搭乘人次减少汽油耗损以减少空气污染1.2台元，总造价30亿台元，每年经营成本每一年哦经营的成本是5000万台元、哦建造期间3年，预计每天增加20万次使用中港路交通不便的哈，增加10分钟。好啊，增加其他负面的产出，2台元。啊，比如讲空气的污染嘛，什么玩意？啊，它正式估计大小，其他的正面的估计太小，不列入了。啊，日本的建筑师高级讲啊。会当个会看到30年啦吼，啊，请问这个议本比如何吼？啊，参议院要不要通过了？啊，假设一年365天啦吼，啊，工资一小时3块，这个例子安尼，这个恁若是讲恁是主管，这个案要通无？啊，恁若是议会，这个案要过无？没有过，好过人家手，没有过人家手。
啊，不要过嘞，啊，算看卖吼，哦，来算一下吼，产出项啦吼，这个一个人呐，20万呐，哈，二十万人呐，哈，365天，一块啦，啊，车票收入嘛，哈，所以一年是7300万呐，啊，30年就是21亿9000万，9000块啦，哈，啊，这减少通勤时间，哈，一节省15分钟嘛，60分之15嘛，哈，小时啦，20万人嘛，365天嘛，啊，这1点钟3块嘛。所以就是安尼嘛，一年就是5475块，啊，30年所以16.42亿。啊，减收项是讲这个减少的汽油空气污染的吼，1.2啦，一个人1.2，365天8760块，30年就20.8亿台元。好，这个。减收项诶，这个减少汽油耗损啊，空气污染，这种这嘛是要算入去的吼。啊，一般拢无咧算这个啦吼。啊，咱也没有在讲这个东西，都在讲这个而已的。啊，所以咱这算了开，比较精四个现象的东西都要算到，比较完整。啊，投入总成本是30亿嘛，哦，啊，营运成本一年5000万，30年就15亿嘛，好，哦，对吧？啊，个负面产出，就讲这个建造期间，一个人加开10分钟嘛，啊，20万人31单嘛吼，啊，1点钟原来是3块，36500万啊，啊，3单，建造时间3年嘛，所以就1.095亿元。啊，其他负面推估是2亿元嘛，啊，这里，所以这里是成本嘛，哦，成本跟效益比，看大一个较大哈，哦，总收益是这个票款加这个时间呐，啊，哈，哦，啊，这里有诶无诶，加起来是65.12，总成本加起来是48.10，安尼一本比，安尼就算出来，安尼。这个案子爱有贵无？爱有贵吼，因为他大一嘛，大一就是表示会赚钱的意思，会当有贵。啊，恁会晓算这无？啊？我话这，咱知影这个原则就好。啊，这若要算吼，爱叫会计师算，精算师来算啦。啊，咱若要算这个，咱会分伊。啊，但是咱知影这个结论嘛，这抓咱看有嘛，对不？咱这抓看有就会使啊。啊，恁若这抓看有，你都有没有大一看得出来？那表示就及格了哈。啊，恁有简单无？哦，所以要信心呐，信心就在这里了，比大小而已的。预算跟胡编乱制哈，错误的政策哈，比贪污更严重。贪污有严重无？严重啊！但是错误的政策更加严重嘞。蚊仔管是规个拢是蚊管嘞。啊，贪污是铁金啊，也是这水泥减一寡减一寡。但是蚊仔管那个是蚊仔管啊，哪一个比较严重？还是决策的问题哦，决策问题比较严重。啊，但是蚊仔管有人去用抓去关无？是安那？伊讲个合法的贪污有淡薄仔性啦吼，因为啥啦？因为要去甲无爱去，要去蚊仔馆甲无爱去蚊仔馆，即件有违法无？啊？没有违法，去蚊仔馆无违法。啊，民政有违法无？安那讲？要去甲无爱去呢？欸，咱就加一个弹书啦，爱看一本笔。伊若无这个弹书吼，要去甲白去，这哪有什么违法的问题？要买甲白买，这哪有什么违法的问题？这没有违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裁量，这叫做行政裁量。啊，但是你若加一个一本笔，你这个裁量都有一个弹书伫遮，
你爱算这个一本比，啊，因都拢无算这个一本比，所以大家摊薄拢变合法嘞。啊，所以网啊馆几千亿个，无人有代志啦。我就前消防署长黄继明花了6亿元采购救灾车，全部不堪使用嘛。这条你知无？哇，这买一台车，哦，安检级5000万，什么扫描仪啊？啊，前微波前进指挥车贝尼拢无派上用场，这三条，哎，这有犯罪无？这款嘞？敢有？在因的时代是无犯罪哦，这种的吼、哦，除非讲你我都听着讲说啊，伊买这个6亿伊有摕回扣，但遮拢无讲伊摕回扣啊，遮拢讲伊有买什么车啊，无得用安尼尔。啊，买车无得用，这安尼敢像，要你不讲违法嘛？这个很难哦。所以因这买这个车也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你讲抓到伊有收回扣嘛，吼、哦，啊无你就很难哦。但是阿公蛋呢？我们呢？我们就会有问题了，无、哦、这个漏洞哦。一本比呢？预算法中有一本比的大小不得执行的规定的话，可以作为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一个客观标准嘛？对不？然后第二回审查是会当以一本比大小排进执行的优先顺序啊，给一个因山依佛者的标准啊。啊，无即摆拢用画 plugin 呢，所有会做袂做拢咧统删，安尼就无好咧吼、哦。啊，好歹拢共款啊。不好，啊！你若一本比安尼，你就知影讲哪一个政策比较好，哪一个政策不好。啊，搁举一个例啦吼，人事费用的问题，比如讲某一个那林区啦吼，伊巡山员有5个人的时候，每年被盗林10公顷，啊，若10个人的时阵被盗林5公顷，啊，每年减少5公顷林木价值吼。就讲你要用5个人，要用10个人啦，要加请5个无啦。啊，你来算讲要哪算？你算讲被盗的这5公顷的林木，是不是价值是不是高5个新3年的人事费用嘛？啊，人讲较悬，就表示讲这会当请。啊，人讲这都十草啊、十茶啊吼，5公顷嘛无啥物价值嘞，安尼可能就无啥需要请。好，这样算它的价值啦吼。啊，这人事费用知影啦吼，会当安尼算吼。啊，过来吼，这个某一个县吼主办七运会吼，区分爱盖这个运动场馆嘛，知影吼。啊，区分了呢，这运动场馆要怎？唔是讲关网啊了，伊还佫开一笔预算吼，开1000万去请人去维修嘛吼，维护嘛吼。啊，伊这佫爱用水电啊，有诶无诶吼，佫爱编预算9000万哦。啊，一年出租吼3000万呢，安尼算起来偌济？一年了偌济？了7000万嘛。啊，咱个总理你捌看过无？昨天有冇看到？这总理的一个案件，总理伊财政局咪讲要委外经营。委外经营，变作讲一块租人啦，委托人家经营，安尼变作实际上变成安啦，变赚6999万嘛吼、哦。啊，但是这个教育局的主管机关不同意啊，为什么你知无？对吧？关键是伫遮呢，1000万遮个员工呢，即种什么长啊，什么官啊。会跳下卡嘛，所以你就无法度啊，没办法，所以到即马佫继续伫聊，哦，在也是，你无线就是伫桃园啊，要继续伫聊。啊，即若是讲有这个一本比的规定的时阵，这个教育单位敢会当甲拒绝财政局的建议？伊若甲拒绝，伊就违法啦，对无？违法。如果司法单位就可能会失败，所以讲应该就不太敢了啦，所以这种问题就可以杜绝。啊，无这嘛是帮阿管嘞。
你敢看有？外口人知无？唔知吼。这个也是帮他灌哦。嘿，不只是米糖哦。这比方，这看袂到的，这无形的帮他灌吼。啊，再来讲一个例啦吼，要起一条桥，每天100人使用这个桥啦吼。啊，每个过桥人来回节省3个小时啦，总节省的时速300。啊，其实恁大家也知影嘛，这条边讲诶。啊，你讲到这一本笔，有印象啊无？一本笔是规定伫公民权法29条诶吼，啊，这大家也知影要哪用啊啦吼。啊，过来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看，你这橡皮捌看过无？下面看过吗？没有啊。哎，你看这有 AIT 嘞，对对。黑美国人撤军来台湾吼，海关的是 AIT 的主导的吼。啊，这条这件代志标示什么款？标示台湾主管上的，美国的吼，这有图为证的吼。啊，这 AIT 啊，人家排队，美国撤侨来台海关有 AIT 半年哦。你那是一个主管的国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啊，就是唔是嘛？啊，这当时行政院长吴敦义接受媒体访问，指出了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移民署帮助 AIT 在机场的通关手续，希望把 AIT 的美籍工作人员调来台北继续办理赴美签证业务，是不是？这就卸了底牌了嘛？对不？拄仔迄是物证，啊，这真证。啊，这张捌看过无？啊？这是美国台湾防卫司令部 ，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吼。啊，这是 authorities 啊，我英语课不要读了，台湾当局。这是什么意思啊？Defense Command， 防卫，是不是协防？伊拢翻译做协防嘛？中华民国拢翻译做协防呢？啊，协防跟防卫有差无？协防是伫讲金门妈祖，台湾是叫做叫有台湾嘛？台湾叫做防卫，啊，协防会当走未？啊，防卫可不可以走？是啊，防卫就是讲伊家己责任嘛，伊变哪走，所以美军还佫伫遮呢。这个吼，台湾关系法第3条第2项吼，美国总统佮国会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吼，遵照法定程序来决定提供上述防卫物资及服务的种类与数量。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向总统、国会提供的建立时的检讨报告。这个美国军事当局哈、哦，是伫倒位？关台湾这个安全的这个伫倒位？有哈、哦，确实有伫遮哦。哦，有一个人伫负责台湾的安全，就是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哦。这个美国军事当局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是伫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这个物件，这是现行有效的东西啊！吼，伊有讲吼，伊这個美国军事当局吼，伊有甲第2000年遐吼12年底吼，伊有提一个报告，提一个报告说防卫台湾的有10万大军，捌听过无？10万大军哪里？10万大军在无？一共驻韩国第八陆军军团、第七支空军、陆军第八军团第七空军，驻日本的第三海军陆战队、甲第五机的空军，啊，佫一个是第七舰队，五个单位安尼吼，合起来10万个。啊，第七舰队捌来过台湾，即阵知啦吼。1996年台海危机捌来过一届。
所以伊有伫保护台湾无？有哦，伊确实有伫保护台湾哦。重要的时阵伊拢会出现，伊不只是九六年呐，包括八八水灾嘛，要来一届。迄拢是吼，消防甲防疫即无共啦吼，拄仔讲过啊。啊，想想看啦，美国撤侨来台湾不到1000人哦 ，AIT 就要在海关开一个通关的窗口。啊，若是咱的身份证，若是核发超过5万吼 ，AIT 要开放几个窗口？可能不止一个啊吼。你海关总共20个窗口好啦吼，啊，这若是愈来愈侪时阵，这个会有消长的关系呢。啊，校长，到尾伊等于年底也是讲年初啦吼，咱旅行证件也出来了后，你甲想会变安怎？会大家人来申请未？即卖讲咱遮几个几个人知道啦，但是当旅行证件也出来时阵，年底啦吼，也是讲明年初一出来时阵吼，我看这都排山倒海来请哦。好，啊，这就是结束。这个 RC 的骨牌就这张了，这个新闻真啊超过5万的钱开卡，就有这个效果。啊，咱有这个，即卖受理的窗受理的这个人吼，第一期是1月7、8、13的，第二届32的，第三届19的，第四届40的，愈来愈侪。第而且出审人也可以跨州受理身份证的案件了哈。这边看，啊，讲另外一个问题啦，毒品。当然，监狱内底吼，60%跟毒品有关系，60%内底有41%是吃毒的，啊，还有21%是无钱去偷去劫，即个财产犯。啊，这毒品要怎处理？清查，好不好？哈？啊是安那？要怎处理？毒品？啊，这食毒的这去偷去抢这要哪？变形？干不好？这个香港估计哈，就2010年2月23号了，《金融时报》也，就说这个时阵哈。这个墨西哥毒品的战争哈，有6500人。同一个时期，阿富汗平民上升是2400人。大卫弟兄姐，哪个地方在打仗？较严重啦，墨西哥哦，不是阿富汗哦。阿富汗有美国驻军伫遐嘛，甲塔利班伫遐战嘛。啊，但是倒一个较严重，是伫美国较严重，是伫只墨西哥较严重哦。美国司法部的估计，非法毒品交易批发收益啊，前年介乎在136亿跟484亿之间呐、啊，有大无？啊，墨西哥甲迄当阵有4万人啊，累积的啦。啊，这个美国的缉毒署在今年的较新的资料，估计墨西哥海毒枭哈，掌握这个北美每年1500亿的毒品交易，有大无？这边来处理，安尼军队去战，墨西哥派13万的军队去甲10万的毒枭相战，真呢啊？战术，先来输。这我感觉一张啦吼，伊迄13万的军队吼，开从2006年到2010年开46亿美金，为了饲这军队啦，花了46亿美金啦，还有这安尼算这无？
但是你甲伊个毒品市场比起来，人个买数呢，零数，迄个南山的呢，人是千亿个，啊你46亿，人是一年就1500亿个，啊你4年才46亿，安尼你这张证是要哪证啊？当然你嘛爱证书，对无？比牛草人则济，啊你则46亿呢？46亿还佫除以4呢，才10多亿尔呢，安尼这张要哪证？这都，甲枪杀人毋是啦，伊一年死遮济人吼，死几啊，死了好几万人，比小镇个佫较济人。官嘛毋是啊，伊咱就掠4年掠45万人，抓了40万人。这吼，但这有一条办法啦，咱民政府有一个办法，叫做海洛因医疗化，除警不除罪。除刑不除罪哈，大家听好哈。医疗化，减轻社会成本，提升政府的效率哈。法务部的统计哈，实施这个一级毒品到二级毒品的有案人口23万，啊，内底有70%是海洛因。海洛因的药效是7-8小时啦哈，啊，所以每人一天要注3针，一针1000块。一天要3000，一个月9万，一年108万。哦，啊，你看，啊，这安尼，108万对，要对来，赚来拼来，哈，赚来吼，应该是拼来啦。啊，这拢对拼来，拢大家社会成本嘛，头扣电线啦，哦，有诶卖拔水沟挂啦，拢这种诶。防空啊，抢劫啊，拢这种。23万人内底有70%嘛，70%嘛，一个月9万，一年12个月，这个市场是台湾的市场是1700亿，加上这个毒品啊，安慰他命、其他命有济无？真济吼，甲算2000条就好了。2000条这是消费市场，还佫有小中盘，中盘。洗一次嘛，所以1000亿，大盘500亿，走私的250亿，所以咱的市场有3000亿。啊，你知影90、100年的时阵吼，迄、那个华那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编预算偌济，你敢知？啊，不到3000亿呢，啊，警察呢，是毋是搁较少啊？安尼变哪掠毒品？我都甲消灭无，无可能嘛！愈食是愈掠是人愈济啦。迄年我会记得是加掠9000个，干巴加关9000个，安尼表示呐，表示警察真认真，真有成绩。但是这个毒品的业务可能搁较好哦，人也毋惊你掠。2010年吼，预算100亿啦。坚守法定总额是54000个啦，平均关一个人一年要18万5185块，啊，但是若医疗化的话，一年50000块。啊，40%的人是食毒的啦，另外21%的人是无钱去买毒品，去偷、抢、去劫、去骗的人，所以大概有60%的人，36000人是跟毒品有关系。就讲100亿内底啊。有64亿是开始毒品的，好、哦。啊，你若甲医疗化，36000人医疗化，36000人啊，全部健保给付嘛才18亿尔。哦，啊，钱要来啦，啊，你敢减少个年度减缩减列30亿就会使应付这条？你本来64亿嘛吼，即个爱开64亿，你甲减一半，30亿就好了。来应付这个食毒免钱安尼吼，健保支付安尼吼，都够啊咧。哦，安尼连带的会安怎你知无？你若甲健保支付会安怎你知无？这个社会吼会减掉20-30万的小偷。
倡导，因为伊免为着遮个毒品个钱去偷去劫啊，啊，你去便宜就有啊，伊免阁去还这条，你知无？安尼社会成本就节省真济啦。啊，搁来讲地方吼，地方遮个毒品个食毒品拢走去地方，拢伫地方嘛，啊，所以地方遮个医疗院所加一个经常性个客户。啊！伊乌市的卖毒品的，有人搁买来买哦。无人买来买啊嘛！我甲你，大家歹，我去病院食就免钱，我哪甲你买？吼、哦，对无？啊，去病院食，啊，所以讲，一方面创造这个地方医疗院所的一个业务啦吼、哦，啊，过来讲社会减掉一堆的小偷嘛，吼、哦、啊。监狱内底嘛减一半人，啊警察减一半工课，啊检察官嘛减一半工课，啊法院嘛减一半工课，通通减掉。监所少一半的人嘛，安尼当安那，安那什么好处？你就讲，会当较认真查案，查案会当较认真嘞，减少冤狱啦。因为本来案件多嘛，啊，即马就起来办，啊，即马案件较少，会当较认真一丝仔啦。有迄个资源通啊办案件，所以冤狱会少一点，不止少冤狱啦。啊，这个瑞士吼、哦、试验的结果吼、哦，伊讲健保给付两三年吼、哦，三分之一的会断联，啊，三分之一的人会减爱做美沙酮，啊，三分之一的人继续食海洛因，是安那伊会断联，你知无？因为你去偷去夹去买毒品吼，迄做落去有快感呢，会袂？你看有快感吼？啊，若去病院伸出来，就人甲你做这种的，你想伊有快感无？久来就无快感啊啦，迄变作一种负担，你知无？虽然讲互你食免钱的，啊，所以讲两三年了，就有三分之一人会戒掉。还有减少艾滋病。艾滋病吼，伫咧94年的时阵吼，感染艾滋病的3399例啊。啊，药瘾艾滋有，食毒品的有2000几个，吼、哦，72%是还食这毒品来。啊，因的艾滋病的法定，伊是法定传染病嘛。啊，伊每个月要20000块医疗费用，啊，一年要15亿，啊，平均一病33年，所以要495亿来医治啦。啊，你若讲有健保的时阵，敢会阁用咧射针啊，阁去感染艾滋病？不会的嘛，敢会袂吧吼？应该是袂啦。啊，安尼艾滋病嘛无去，减少一些烟瘾的吼、哦。啊，世界卫生指数的评估啦吼、哦，你投入1块钱吼、哦，可以12块的收入，一本比很大。在执法、司法、医疗方面的支持，这是这个还没有算社会成本，那台湾那个算社会成本。啊，那恁是决策者，这条是要哪样？要增加警察的预算，还是军队的预算，还是甘你说建议的拨一挂预算出来支付这个健保？你要算哪一条？啊，健保，食毒健保会使吼？会袂？袂使，袂使，你要怎处理？四号，够遐简单。我咧讲，咱还佫当遮个人吼，咱来佮我讲一半尔，其实还佫有一半。就讲咱台湾这种食食文化吼，有真侪厨艺。厨艺，咱即马住台北市的人，厨艺即马拢提创啊，知无？烧烧拢摕去烧啦，旅游搭摕去烧啦。堆肥若做肥料着，一直放。但叫各位去堆肥好无？有人要堆肥无？无人要堆肥啦。我一个人堆肥，刘立雪。吼、哦，我刘立雪有在堆肥，刘立雪捌听过无？毋捌吼，上网查了刘立雪。啊，这堆肥吼、哦，各乡镇拢有咧。
啊，你这人要创啊？叫伊来堆回啊！啊，堆回会当做厨余堆回啦，因为厨余堆回味道不太好嘛。啊，但这人他会做这个事情，这都在做，有一个所在在做。啊，那是不是这样就？你个，这个厨余提烧吼，是用能源烧资源呐，还佫产生二氧化碳，这是很不好的事情，这不很不符合这一本皮的效果。啊，那个提堆回会安怎？这个变成一个正的循环，正向的循环。啊，你用这点人来堆回，是毋是拄啊好？安尼会通袂？会吼，安尼没有鬼吼。应该是会使有过啦，卡德隆啊，这张应该摕头前啦，伊净赌超过46亿啦，46亿小数目嘛，人毒品的市场是千几亿啊，46亿哪有算啥？啊，咱每个毒瘾者跟医疗机关之间的账吼，每年50000000啦，从矫正机关的监所100亿的预算中减列30亿。可以成立这个财团法人药瘾储蓄基金会哈，跟医疗机构进行结算，好，啊，你这个会当基金会哈逐年编列嘛，然后并没有排挤其他预算的问题嘛哈，因为是甲感觉减一挂起来，啊，这里可以说独立规划执行的效果，然后可以跟国际接轨。咱民主民政府的运动吼，需要美国的支持，对无？无的支持，咱是舞袂起来。但美国嘛是爱咱帮助呢，就靠这条呢，对无？咱这个基金会若做起来时阵，咱会当提供咱的经验，予美国做参考，予墨西哥做参考。因为用军队都无法度啊，他不可能说无限制投入这个预算啊，用46亿尔。啊，人家是几百亿的、几千亿的，伊免哪甲人争，所以用这条，这条阁免啥开钱，对无？按毒枭免哪甲你争，你若北美洲、美国拢无滴毒品，都不是拢会当滴便宜来滴摕到的时阵，伊毒品要买倒去，无人买啊，无人买就无招数啊，自然就消去啊嘛，这个市场自然就会萎缩掉。啊，这部咱会当。甲美国讲看卖啊，然后那实施有成功的时阵，也许可以回馈给他，就靠这个。好，啊，依照一本比哦，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了？哦，读完一条，应该是，我想你，怎么安啦？要不要健保？要考虑一下。不一样。美国的是，不一样啊，哦，我知不一样，伊是黄赌的政策了，黄赌的一定输的，这边讲。啊，甲大家介绍一个民事资源 （civil resource）， 这摆听过无 ？civil resource， 捌听过无？唔捌吼。这1967年吼，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叫以阿战争吼，以色列占领了。许多地方，包括西奈半岛、加沙走廊、戈兰高地、阿加东耶路撒冷。啊，伊伫1980年的时阵哦，以色列有40%的水来自于戈兰高地。因为戈兰高地相对其他的所在是一个高地嘛，顾名思义嘛吼。啊，戈兰高地遐个人就当地老百姓就用水就困难。所以叙利亚迄当阵有去联合国甲控告这以色列吼滥用这民事资源，
那、啊、结果联合国有通过决议通过、啊、说你以色列这样子违法、哦、因为你是占领这个地方没有错、啊、你是军事占领嘛，这个戈兰高地嘛，但是你也不可以滥用这个民事资源，因为民事资源是属于西部高部门管的，安尼会当理解无？水这个问题会当啦吼。啊，过来讲这个石油的问题，石油是原来是这个西部 resource， 美国打这个伊拉克，啊，海上的造谣者无？马叫掠去嘛，叫枪杀去嘛，吊死！啊，美国占领这个伊拉克的期间，伊有去开采石油无？有没有？伊清楚嘛，伊是军事政府啊，啊，这西部 resource 伊才当去开采，袂使啊，对不？啊，但是伊占领这个伊拉克。大概我无啥清楚几档啦吼，对伊个民政府成立啊，临时政府啊，伊拉克政府运，即、這个伊拉克政府我得控制伊拉克超十档个时间才退出去嘛，美军才退出去。美军出去了，伊个美国个石油公司就入来，欧美的石油公司进来跟伊拉克的石油部谈判，要开采这个石油。啊，开采这个石油。根据媒体的报道，伊的利润是比平常加一倍好啦。比方这个物件都生产了100块，就会当发包嘛，还得爱200块才会当发包。歹势所以这个在讲一件事情了。美国打伊拉克的目的吼，大家拢讲是石油嘛，啊，但是伊并无去开采石油，是用伊的公司。回头再去开采这个石油，这现在的状况了。啊，咱讲这个台湾现在倒位老者，恁知无？有一个所在真老者，啊？钓鱼台，啊，搁一个比钓鱼台搁较老者嘞。南沙吼，啊，这敢有人捌听过款？南沙吼，诶，石油诶，迄个蕴藏量吼，听伊讲啦，20条。一只跳要算看卖下无，也要算未？几个人啊？伤大了，那个数字不会算，不要算吼。啊，天然气够多，天然气的那个产量，那个储量吼，比美国的加4-5倍啦，就是那个数字很大。为什么那个地方会这么热闹？因为有这些资源嘛，有这些资源，大家拢想要挨，当然真闹热嘛。啊！但是这个南沙这个所在是属于啥个？1930年吼，3月30，宣布讲这个日本大帝国宣布说这个并入高雄市了，高雄市了，还有通知美国。坐标弄有出来，通知美国。啊，美国有承认无？美国一开始没承认，来讲你也无做啥，你占是占，但是你无做啥物件，所以不承认，没有承认。啊，但是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F 款有讲啥？伊讲日本放弃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有看无？安尼有承认无？1930年迄当阵也无承认啦，但1952年迄时阵就承认啦。承认讲你日本有占领、有拥有这个南沙跟西沙群岛，所以你才有放弃的问题嘛。啊，你放弃了，比如讲这杯水，放弃了送个，这杯水安怎来？有这个水厂生产的，啊，大半小半来个咱家。我讲我卖，这个水我卖，啊，这送的，啊，原厂的吗？会不会变成是老祖宗的、水厂的，还是大盘的、小盘的？会不会？不会哈。对，啊，这日本放弃，这变送的，
美国的。日本风气，其实吼，这若是讲咱来想讲咱的地啦吼，你去美国真侪东嘛吼，你去美国之前，你可能台湾有地啦，嘿，啊你遐地，你有讲你假设讲你若讲放弃安尼啦吼，五十东了你转来，迄、那个地谁的？无啊，啊你当时你当初你有说要给谁吗？没有啊，啊转来你转来迄谁的？啊是你的啦，当然啊，你也无过户的人啊，你若无过户的时阵，敢会变谁的？放弃尔，伊讲放弃尔，伊也无过户什么人啊？啊只是讲有一个占领的人叫做美国，美国是南沙的占领全国，对不？啊但是日本佫放弃，伊也无过户啊。所以要是日本的，啊，但是日本即摆袂当讲话嘛，所以台湾管，台湾管，台湾民政府伫管，将来啦，其实即摆法理上是台湾民政府爱管，因为石油也是亚速拢好，即种叫做啥物款？上管的，民政府管的，毋是君主政府管的。即摆即个俄罗斯即个政府叫做啥物政府？伊除了流亡政府以外，伊还佫一个身份叫做军属政府，占领嘛，占领嘛，代替美国占领，这叫军属政府。啊，军属政府敢会当开采？袂使。啊 ，RC 这个军属政府袂使。啊 ，USMG 会使袂？嘛袂使哦吼。伊军属政府袂使嘛。啊，啥人会使 ？TCG 可能会使哦。啊！我伫研究这个问题的时阵，我是伫研究讲，美国伫台湾到底有啥物利益啦？啊，想想，咱有两个咧，一个战略利益，战略利益大家拢知卖讲，一个是经济利益，就是伫遮咧，二十条咧。美国的一年预算，卖讲预算啦，伊一年全国的生产毛额嘛个偌济，14兆而已咧，这比伊一年的搁较大咧。所以这里我是讲，那写一批吼，所提来甲美国的石油公司讲吼，讲你美军占领的这个地方有石油安尼吼，唔知啥款啊。啊，结果发现到一个问题啦，就讲美国一间克雷斯通公司吼，竟然走去甲美国，美国的公司咧走去甲中国签约，美国中国的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南沙青岛边啊，讲要开采石油。啊！你听到这個，安尼，上个权益受损害，啊？台湾民政府吼，大家拢知。啊，这叫什么法？这叫做侵权行为啦，民事的啦，这不是刑事关系吼、喔，这没有刑事的，这民事侵权行为。啊，美国，咱若去美国甲告，你想会使袂？你住美国会使袂？告这伊甲咱偷物件嘛，会使袂？会吼。我去找美国的律师啦。美国，我头先找的是台湾人的美国律师。伊讲吼，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伊是讲国家甲国家的关系啦。所以你旧金山和平条约袂当当作请求权的基础，袂当当作起诉伊的基础啦，甲告的基础，唔是。啊，你 TCG 也唔是国家，啊，你这个 Harvest 嘛唔是国家，是公司尔嘛。所以这样呢，旧金山和平条约会用入袂？使哦吼。啊，佫讲一个问题，伊讲你 TCG 敢有实体？敢有这个实体？伫美国角度来看，敢有这因、個、唔知影嘛？咱这是感觉有人伫遮呢吼，但伊遐美国法呢，咱美国法呢，唔知你看咱节目无？唔知啦吼。啊，这是一个问题吼。我你看吼 ，OK， 我你看吼。啊，讲这是一个疑，但是就是一个疑问呐、啊。你话都提起来做证无安尼？啊，到尾啊，国研究吼、哦、有一个法条约啦，叫做《战时平民保护》1947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听这个条约公约的名，啊，这内底有战时保护平民嘛？会用哩袂？这内底都有民事资源甲民主政府。所以这个
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合起来，安尼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基础，有无？听这个名，大家会知影吼，暂时保护平民的第四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1947年。所以咱就继续过咱一个通信哦，伊就继续过问美国的律师。美国一间大律师的事务所，富士比伯加做采访，今年伊的营业额是$3.25亿。伊讲对咱这家有兴趣，这个美国人真大的事务所对咱有兴趣。啊，伊讲伊建议咱去看伊的网站啦吼。啊，伊讲伊甲这间酒业公司无利益冲突。啊，这美国判官司要钱无？钱有两种啦，一种是诉讼费用啦吼，告法院的；一种是律师费用嘛。请问是告法院的钱借？借吼，免惊，歹免惊，吼吼。啊，律师费呢？贵吼。顶一届美国，咱秘书长拍这个官司要开60万呢，拍一审、二审、三审啊。花了$60万。啊，那这条要偌济？要卡偌济？安算100至200啦吼。啊，这有法度无？有法度无？无你是咱先搁讨论一个问题啦。咱若去啊告的时阵吼，美国这间公司伊想要赢，想要输。赢吗？因为什么赢吗？赢会安怎？赢会安怎？伊若赢会安怎？啊，美国来破坏讲啊，这南海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你赢，安尼敢会通？袂通吼。啊，伊赢，伊去遐探勘吼，伊拍伊打这个开采合同吼，哈维斯特甲这个中国签约1992年签约的时阵吼。中国讲宣称说要派军队来保护这个探勘的行动。1993年，这个哈维斯特坐这个船就去啊，结果去啊去三天尔，就回家了。谁来知无？有一个人反对，三反对，越南反对，越南反对。所以伊若赢，伊起码当年拢改因的什么政协会。甲因诶股东讲，讲伊有即个合同，甲中国有即个合同，甲2015年拢有效啦。你甲想啦吼，伊若拍赢，第一个，美国要损失一大片的利益嘛。啊，伊拍赢，伊继续甲即个中国，但是越南嘛是甲反对嘛，嘛是空诶啊，对无？啊，若拍输呢？拍输变安怎？打输就承认台湾民政府嘛，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民政府嘛，对不？打输，伊早我都甲台湾民政府签约，甲中国迄个废废掉，来甲台湾民政府签约，安尼有会当开采未？安尼有好处？啊，这个官司呐，安尼判决啦吼。媒体安怎讲？美国媒体安怎讲？我咧想啦，伊一定讲，你美国军方吼，没有好好的维护你的占领地啊，对不？我的房东美国人，我甲讲讲，哇，安尼拄啊好咧，美国出兵的一个借口，有无？美国法院判决啦，说你这个地方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根据旧约和平条约。你是主要占领全国，你太有别人在遐吞台，所以出兵来维持，这是一个有合法、合情、合理的依据，对不？安尼，你要看这个官司拍赢拍输，咱来个起诉安尼。啊，会拍输哦？应该是拍赢，拍输人家就。爱赢亚洲，哦，不有信心吼。安尼听有嘛？因为你若拍输吼，不然那种
打输等于南海拢变做因的啊，拢变做中国的啊，无这条理嘛，对不？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违背啊嘛。啊，若打咱打赢的时阵，台湾政府浮出来无？啊，美国军事政府浮出来无？嘛，拢浮出来啊。啊，台湾咱有前途无？啊，咱若是讲，安尼开赛前是咱，啊，迄天六月七十的时阵吼，我提出这个案子的时阵。啊，秘书长有通过这个案件，迄天若开会有通过这个案件，啊，讲若打赢吼，两拍八万，啊，但是吼，这两拍伤济啦，你甲算者，两拍变哪算，还得了？所以我就甲这个物件吼，咱一拍含民政府啦，剩一拍吼，找这个后援会吼，本来是讲找一百空白的啦。一百空白的，一人若出五万，分会员分三个等级啊 ，A、B、C 级吼 ，A 级五万 ，B 级五万 ，C 级嘛五万 ，A 级是终身专有了哈，啊 B 的吼是会当指定继承，啊 C 是讲这无钱吼，啊都十个人一组，十个人五万，就一人五千块就当分啊，好，本来是讲安尼想啦。啊，迄、那个网警甲公布落去安尼吼，互人连署安尼吼，哇，一时仔囝就满安尼。安尼，大家拢，大家知影这件案件嘛，这都阮赢袂输啊。啊，你有人伫讲，这叫摕吸尿器滴一只水牛啦。啊，若开放，大家，你讲会想要吗？你讲想，一十一百个啦吼，一人五万。一百个差不多一人要三十万啦，三十万，这无困难嘞。安尼两百个就变十五万尔嘞，对不？这要找两百个，像咱即马以咱的规模啦，这不会太难的事情嘛，对不？阿定，我是想啦哈，应该大家我那也想一下，即便你是十分之一哦，你个存款买十分之一嘛，足惊人个。啊，这个洞要怎做啦？要开采这个石油，要技术，要资金呢。好，啊，这个技术啊方面，这个中国伊开采技术寡500.5公尺啦，所以伊无法度开采这个石油。按欧美有这个技术了，因为当3000几公尺，啊，也许可以考虑的，就是说，啊，无你中国出钱。啊，欧美出这个资金嘛吼，啊，你美国维持嘛，啊，台湾做东嘛，啊，越南加印，越南加这菲律宾啊，当地嘛，保全嘛，还嘛算一个啊呢。啊，你若讲20%的不得了，20兆的20%，四条美金，佮乘以120条，120条，哎，60条，120条。120兆嘛吼，咱即卖一年预算偌济只无？中华民国才1点多尔呢。啊，你100条，安尼台湾好业未？会好业吼，即一条就台湾好业，啊，其他莫讲。哎，安尼个再来讲。嗯，即卖换另外一个主题啦吼。恁个厝啦吼。那有那安尼什么款？啊？无结论？有啊，即马都其实这个问题吼、哦，涉及到很多东西的，因为我拄仔讲这伊是伫南沙群岛的边，唔是伫南沙群岛内底，所以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南沙群岛有没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的问题？可以宣布200海里经济海域，因为海洋法第121条第三款，伊讲吼，这个岛数啊，爱会当带人才有200海里，假使讲你若无袂当带人，你就无200海里。啊，南沙可不可以住人？南沙有一个岛叫做太平岛，知道吗？那是唯一有淡水的地方，爱当带人袂？哎呦，咱的南沙群岛是可以主张200海里，
因为有一个岛叫太平岛，伊有淡水，所以咱就当主张两百海里。啊，其他的人，其他完了真多别人在讲嘛，迄当主，迄当那个只能主张十二海里的海临海呢，伊袂当主张两百海里。所以咱这目前研究个只嘛，是应该是可以的。啊，这个咱所以咱民政府公布这个临海两百海里的经济海域，岛是已经画好了啦。啊，后工会当甲主席报告吼，啊秘书长来公布安尼，图是画好啊。啊，后工若真正有要公布这个时阵吼，会开放给大家认领啦。看你，看你要签 A 级、B 级、C 级拢会使。哎啦，个这机会要留给大家了吼。那有一本比啊，你欢乐嘞。无啊，啊你就是讲一本比啊够好啊，啊个变形啊，面顶有讲变形无？变形那接近的一天吼，第一个就是变形，变形是的，因为变形好干，叫迄个新加坡请人来就好啊，随时我到一边。你探讨看卖啊，者啊！啊，各位，你做官嘛，真好做啊！你着一本比大小，你也要比得好啊！啊，要算，你着叫会计师算得好啊，对不？啊，这要拿也不用那么快啦！啊，总是有这个权利伫遮呢，啊，有方法去实践它。啊，台北只有为着这件案吼，嘛租一个办公室伫准备要处理安尼。有闲再来，我来看者。啊，过来讲换那个主题啦吼。啊，都还有结论啦吼。听到这有啊吼。好了，啊，过这里换咱换那个主题啦吼。你家的前方那是安尼什么款？好不？不好哦。哦。啊？这两分地就会当安尼安尼？两分地就可以这样子，啊，这是往事啦吼，这一个往事伊的产值偌济，你敢知？一个往事的产值吼，这个实际上这是四万几块啦，那咱去做吼，三万块就好了。啊，因一对手做七个了，咱嘛变因一兄弟吼，这他们兄弟吼，这个。梁家兄弟，梁家农场正面四排啦，啊，种的三行啦，十二个往事啦。今年热天欠菜，因努力的耕种吼，种了十个往事啦，但是品质下降。因讲照顾七个往事比较恰当，吼、哦。啊，但是咱一对手吼，咱免做遐济啦，咱四个往事就好。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咱一挂少年走去澳洲做台老嘛，万几个嘛，啊，台湾敢无机会给因？可不可以提供机会给他们？这个就是嘞，这个是嘞，好、哦，这我去参观嘞啦，明天就会去看了吼、哦。咱有一个同心吼、哦，伊有要提供这个物件。就讲一个四个往事吼，一对手会当成三，就讲三万就好了，三四十二呢。啊，若一对手十二万，一个月安尼吼，应该会当生活吧？啊，一个月哦，有人想要做无？那我有找劳方，有找一片有一个地啦吼，四分的地吼，啊，种一分就好了。啊，找劳方跟资方，啊，资方即摆找十三个，劳方即摆找两个，啊，看同心有人要做劳方做资方拢会使，啊，提供大免钱，地租也不用钱，啊，技师辅导也不用钱，但是爱钱也是对肥，土地要改良，这个土壤要改良，啊，然后地就免钱啊，
种着，互你种一冬啦，互你试种一冬吼，啊，若会使试验这个东西嘛。啊，种起来就讲扣掉这个堆肥，扣掉这个粪摊费用，甲少数的这个水电费吼，拢互这个老方安尼。啊，即种有机菜，种有机菜。啊，即种有机菜就有涉及到堆肥的问题啦。还袂当用农药化学，嗯，啊，有人要来报名无？老方啊，资方拢会使，这个健康环境甲健康人生啊，加拿大有一个这个刘立杰，捌听过无？刘立杰，好，有人捌听过哈？咱即卖中文电脑吼。诶，这电脑本来是英语的哦，现在变成中文，对这个人发明的。刘立杰，伊是第一代的驻台代表，惠普第一代的驻台代表，伊发明这个把电脑中文化的一个人，叫做刘立杰。现在70岁了，用吃这个真正有机菜花卉哦，比你买药的钱要便宜很多了。阮爸前阵仔住院啦吼，爱外劳伫讲吼，因讲因印尼吼，病院无遮济老人，没有这么多老人。因无就是说，他们生病的话，要么就往生，要么就好这样。因无遮文明病啦，台湾足济文明病了，爱就是食是无健康啦。不健康哈，对，不健康啊！所以你若食这有机菜的时阵，安怎就不会累积这些不好的东西？哎，哎，安尼哦，野人肠啊，哦哦，嘿，以后就当然了，安尼哦。哦，哦，够这样。啊，那个不了解这个问题，谢谢谢谢。哦，安尼哦，安尼讲出来，如果其他人听啊，怕死。啊，就讲怎么样？好，谢谢。时间够吗？哦，够五分了所以讲这个，伊讲吼，这个同事咪讲，宜兰地区吼，有肝病的人吼，占台湾30%。得病率有30%，啊，就食物件的问题，因为食肠啊吼，肠啊无资料无够熟啦，无过火啊吼。哦，啊，那不是汤的问题，那是煮的方式的问题。伊讲喷啊，99年总户数有793万户啦吼，啊，那是讲开火一次啦吼，一盖1公斤的厨余吼，啊，听起来量会增加到2公斤啦。前台厨余数加起来就是15800公吨，如果加上学校、餐厅等等，可以达到20000公吨了。而且20000公吨的厨余可以产生60%的堆肥，20%易肥，啊，20%的挥发掉。啊，30坪要改成有机栽培的话，要一年要20吨呢，一甲地300坪，每年要200吨，所以一年可以改良两万多甲。你台湾那改良外久知无？台湾即马有机的也可以耕地是86,5723公顷，其中水田有45,8千多公顷，旱田有40,8千公�顷，86,5723家，每年2万家，爱43年，
才好都改良完毕啊。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要甲台湾甲伊全部有机化，要真久的时间。啊，农业人力资源啊，啊，即马就变作讲跟1994年农户80万多啦吼，每户人口降到4.9人，每户大概1.08公顷。啊，所以我拄仔讲起，其实它只要0.2公顷就可以达到了，不用到1.08公顷，这样。这个，就讲一对手哈，一对翁仔某哈，做四个农场的话，4个往事就可以了，就可以生活。一对夫妻的，4个30坪的往事了，1个往事月入3年，12万，安尼会当生活啊？哈，政策的选择。啊，过来想要讲一个问题，光华寮事件。光华寮这个案件有人知无？2007年啊，日本最高法院废弃原前审将光华寮归给中华民国的判决，发回更审啊，现由一审进行中啊。先啊呢，日本已经转承认中国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啊、中华民国所特命的前任大使就上书诉讼代表权，必须停止诉讼。这个涉及到什么，你知道吗？如此的裁判，除了确认中华民国完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之外啊，丧失在法院当诉讼当事人的能力，意味着日本的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吼。是合法的代表。台省先来判中华民国赢，台省判讲这个是国家继承，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叫国家继承。啊，即马先来改判呢，伊讲即马唔是叫做国家继承，这个政府继承，对讲什么叫政府继承呢？政府继承就讲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啊，上代表伊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所以你这个就，啊，那国家继承的时阵，就发生不完全继承的问题。你伫中国，伊伫美国嘛有财产了，对不？啊，这个地方政府，迄双向人啊，双向人就叫占去。伊就虽然讲中国是这个继承人啊，中共是继承人，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继承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国家继承的问题，有不完全继承的问题。啊，那政府上代表中国，就寡一个尔。所以美国、日本这个政府就判决讲，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输，这个案子输了。但这个案件输吼，我是感觉讲，因为伊是伫战后用台湾钱，中华民国用台湾钱去买这个光华寮，所以伊输，其实民政委员当考虑去接受这个诉讼，会使吼。可以，哎呦，你这哪样的？哦，其实咱会当可能去接受这个诉讼，甲讨论等下，啊，无去讲下了去哦，中共抢去嘞，就学生强占了哈。好，啊无，今日报告到这，谢谢。请起立。起立。休困10分钟。